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醉，时隔多日我回来了。今天这场比赛是来自于平台五位高手的大乱斗，参赛玩家分别是易帅夫人、杨婶、陈冠希、灯神和拳王七王。由易帅夫人大战杨婶作为开场，杨婶开场也使出她的王炸角色切假射。那今天切假射，哎呀，在角落被压得有点难受啊。接着易帅夫人的步骤后，应该不是她最强角色，后面洛奇才能拿手好戏。开场杨婶给她一套切换模式连还是怎么的？哦，双桥大锤切换模式了。切换模式以后，易帅夫人必亡。这一滴滴血是不够打的呀。找最低，点金拳接上一个爆摔，还有一颗气，接大带走。不用慌啊，刚才已经讲过了，不之后不是易帅夫人拿手好戏，后面有安迪和洛奇，这都是他的绝活。其实我们在 CD 姐姐那里见过非常秀的安迪啊，看易帅夫人现在练得怎么样了、啊。看他的安迪出马，安迪呀、啊，啊，先做个防守起压手，跳飞，跳飞，连续起个跳飞，跳飞压上了，压哟，先给易帅夫人削掉半管血，难道说又要一套带走？杨神这个切假射是势不可挡呀，今天，哇，中间切换模式变身带走了哟，还有一颗气，又是稳稳的，最后大抓大带走，这是要干嘛呀，杨神？哎呀，啪啪在打易帅夫人帅哥的脸呢、啊。那来看易帅夫人洛奇吧，我想这个洛奇应该没有那么容易被征服。这个洛奇在平台是数一数二，也是属于九八赛中的顶流角色了，在易帅夫人这里啊，啊对，仅仅是在易帅夫人这里。哎呀，下轻脚起手，强反交了，刚说完顶流，这就要被带走了，什么情况？看洛奇后面能不能直接翻盘，来一发反三。好，旋风腿踢中空中 CD 两脚，落地超杀炸，中了这一波超杀。那杨神的气甲射也保不住了。众所周知，九八 C 啊，其基本就是打最后一个角色了。发展到现在，我们来看杨神第下一个角色啊，杨神还有八神手底，第四个回合杨神第克里斯。哦，克里斯先开一个滑闪跳飞地，下半攻击起手。哎呀，洛奇旋风腿和他碰一碰，闪现两点三点套底儿，多点没压，秀翻了。哎呀，轻脚闪现扔，哎呀，扔了一个反身位，中间衔接必杀，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衔接方式啊，中间是有细节的。你看，很快就来到第五回合了，还真的有反三的几率。杨神的八神，杨神的八神。暴走八神洛奇如果给他一发超杀的话可能会更爽，因为暴走八神很脆皮，就看能不能精准的进行确认到。哎呦，八神一波跳地被轻轻打了下来，八神一发百合的重手葵花，洛奇闪到背后，八神后面怎么说落大了，但是八神没有动啊。刚才我太了解易帅夫人刚才那个操作了，其实他是要预测八神会跳过来直接打压，没想到八神没动啊。杨神一向都是非常稳的，你想偷他的招比登贴还难啊。发神这一套操作洛奇是不行了，西内。好，杨神拿一分，那杨神下去，陈冠希上来，谁胜谁下去了。看陈冠希的克里斯登场，克里斯先登两发 CD， 冲拳两段升空脚，重拳后抓拉过来，拉过来再给一手一闪。哎呀，今天易帅夫人有点惨啊。角落克里斯啊，你不动我不动，你动我就掏你下盘，跳什么跳？升龙脚，哎，再来一发。那很快啊，就来到易帅夫人安迪这里了，叫安迪，安迪他就来了。啊，现在看易帅夫人的安迪吧，感觉不之后前期打首发的话比较废啊，在帅哥这里。现在易帅夫人先空来个斩影拳，可以是后抓抓过来了。哎呀，轻脚两点再起手，再来一发，连续滑出推推推，那升龙脚，再推那升龙脚，要不要再推？再推那就更爽了，哇，三推大法，幸亏空中没再接个大，要不然更爽了。现在一帅夫人安迪啊，在找逆向找不到，轻腿重手之间斩影拳去，推推推推推，你推我也推，看谁更能推，斩影拳空中释放扫尿挡，好躲过一大。可是对手闪现，这个闪现绝了，闪现躲招啊，这一闪现啊，易帅夫人没抓住，哎，太快了。好的，看第三回合易帅夫人的篮球，好，篮球做防守，克里斯快速滑闪落腿，重拳就是转腿，哎呀，空了一个 CD，
来吧，别扔。后面一帅夫人这个小篮球啊砸的有点意思，篮球故意不砸在他头上，而是对把他隔一个身位砸一下。马蒂斯回合韩城关系的不折后不折后摇摇晃晃的大法，哇，开场先给他一炮，那角落还有一颗棋，再来一炮双响炮，要不要再来一炮三响炮，没打到啊，这一下失误了。现在不之后我看怎么搞啊，跳地打地下飞确认落地踢啊，洛奇来个篮球鞋，再来个篮球鞋，没成关系，一点点血库之后轻 A 确认，强反能不能拿死闪追 AB， 没追上，太低了啊，刚才那个小细节拉得很满啊。陈冠希不之后还想再坚持一下，小跳偏下盘，洛奇旋风腿开转了，这个腿啊不之后表示真的是遭不住，点到以后失误了，哎呀帅哥有点紧张了，刚才这一波不应该失误啊，塞头接大当，哎呀没接大，哇小洛开始玩起来了，不之后帮你玩一玩桌，地球怼到头上去了。好的，我们来看第五个回合，陈冠希的八神，八神先来一跳，百合德圣龙子下中脚踢脚，还有一滴血，来个波霸，哎怎么情况，什么个情况，这八神来个波干掉了，帅哥再守一把，灯神上场了，连守两把，这第三把，这一把灯神直接把板气梁放到手个位置，你太不把我帅哥放在眼里了吧，这个打法天地霸王拳开场就开干了，这灯神 CT 两下斩裂拳什么情况，哇再来一发斩裂拳，这前期帅哥被揍的有点懵，这一波的话要大溃败了感觉，这是压死帅哥的最后一根稻草啊，应该是乌利亚还防御法，哎呀这是打出真实伤害了，斩裂拳飞翔脚来个波，双飞翔脚接波，波接斩裂拳再来，过瘾，升龙一下双升龙飞翔脚，哎这是哎真的，哎一转身的半血板次良再掏个下盘呢，欢迎板次良继续前前冲刺，不要被抓了，怎么搞你，或者后先搞一发拿下板次良再说，毕竟板次良是灯神的绝活耶，啊反边双手空中给空手滑铲接上 C 头，拜拜了，后面我们来看灯神下一个人，灯神的有力啊，第三回合有力，哦请先点他一下啊，下中脚前前升龙跳，哎呦来吧内荒前撂一倒，还是利用原地闪身的身法被逃到着，不之后哦这个夹住了，超必杀刚好，气量刚刚好，给他空中无敌小陀螺转转转，哎没接必杀啊，有力敢呀，防御反击搞了一下，哦不起身再来一下，用防御反击要搞死他了，好吧我们来看帅哥的篮球吧，今天帅哥发挥确实不是很好啊，带上篮球主要是刚才啊反三那个劲儿没有搞出来，泄劲儿了反三没成功，后面就导致后面就一直比一蹶不振啊，这个感觉我还是比较清楚的，特别同情这个帅哥，哇飞鹰凤凰脚又来，洛奇旋风腿交了，交反以后哎呀这个跳没骗到对手，反而被对手掏了一个下盘没了，好吧灯神要下局，那现在双方都要下去，因为连输了三场啊。接下来是以帅夫人大战拳王亲王，他们两个手底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呀？好，现在啊，克里斯做首发，这一波阳神没有选弃假设，拳王亲王也同样没有选弃假设，什么情况啊？两个国服弃假设不选弃假设，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，没有把观赏性拉到最高。还好还好啊，幸好拳王亲王选了一个草坪，这个草坪观赏也特别的高啊，啊连续三个 CT 拳王炸，哎呀落地无视收割帅，后面杨神还有一滴血，一滴血不留赶尽杀绝，我们接着看杨神的小五啊，
时隔多日不见，拳王亲王这个小草依然很秀。哦，开场 CD 没有碰到过不走火舞呀。哦，反击没接大，饺子在套路。先千攻击的话，拳王亲王这个小草也是顶级操作了。地头衔接一个 C 头，没衔接啊、哦！突然高跳了一把，这个高跳一把骗出对手招式，两波 CD 接大蛇的，哎呀！落地无视收底 strike， 拳王亲王今天杀疯了。我们来看杨森的八神啊，第三个回合，八神也能不能像这样硬和八神嘛？感觉小草啊秀翻了今天。好，哎呦呦呦呦呦，蹲防没蹲好，被一脚踢到脸，还有一件八字的原因。杨森的拿手绝活八神。接风落地一魁，可最后八神女带走。虽然八神有些次别疲劳了，但是抱着八神手里还是强的，速度在这里摆着，加上有一次强反加持啊，让他变得更强啊。接着八神又是抱了一起跳 A， 哎呀扇子扇个波，八神先给八升龙吧，百合折硬勾一波跳黑重拳葵花前月一可接八神烧。看来有反三之势啊！哎，我先不要讲得太着急，有时候我一旦讲出反三之势，后面就情况有点不明了啊，不明了了。拿下这个不死火舞，先再说。现在不死火舞一滴滴血，前往前往，这个不死火明显就现在有点劣势啊，有点唯唯诺诺啊。迎闪接个大升龙，就这么自信。好看第五回合，拳王亲王第八神，都是八神手里，都是二倍速。好，血量一般多了现在，但是拳王亲王爪挠有破绽，天堂四眼直接放炮接八只女。那拳王亲王也毫不手软，交出了拳反，百合斩勾出打出杨神强反，这是胜利的第一步。看这个情况有点困难呐。啊，拳王亲王放弃，重转葵花。斩到一个头，哎呀，最后还是被杨神给收割了，可惜了，棋差一招啊。那今天这场大乱斗到此结束，大家觉得谁的发挥更好呢？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